Hello， 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玩双人地图了。那我们找到了 Future 来跟我们一起玩。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玩的地图是 Find the Button， 那就是找按钮了。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要看什么？Recommended setting。OK， 就是比较建议的那个设置，按下去。哇。Okay。Render system， 我们先调一下。Render 四角角吧。四角是哪一个？我也不视野距离是吗？视野距离小 particle。哦 ，OK， 我开了。然后过后 music off， brightness 100， smooth lining maximum。OK， brightness， 它只有 bright 或者。OK， 那我设置好了，你呢 ？Render distance 加什么呀？八了哦，最低30哦，还是八或者三哦？再讲八就我们调八啦，就渲染区距离啊？那个。Okay， 视野距离，然后 particles， You can choose multiple particle effect， but only one is no two player。哇，我也是不要学的，好傻逼哦！他讲最多可以选两个罢了啊，你选这么多的吗？一个，来我们按 F5 可以看到自己底下有什么的一个，这个不美，我们关掉。Touch， 爱心。哇，这个好像掉爱心啊！不要这个。老外。哇，这个影啊，这个。老外叫 Water。我比较喜欢 Water。冰瓜，你什么鬼啊你？那选好了没有？选好了吗？真的是要开的。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关起来了。关，你把这个。对，打不掉的，装不进去。那我们先回去啦。还是要有拍照，我也没有啊，可是你还是有哦。哪里有？有啊，你还有一个没有关，我们回去。这个，来，去一去。当，我们先看服装。哦，可以换服装呢。选自己的 Dead Man， 然后这个是 Bad Boy， 卡哇伊 Anime Zombie Creeper Old Man， Creeper Old Man， 不，不要了，我还是选这个。I'm Batman。怎么我穿不到？可以，不要打我了。My name is Batman。Hey， do you know Gotham City？ I do know。Talkie， I hate talkie。OK， 那我回来了。回来。所以 YouTube， 这里个 YouTube， 这里个 YouTube。If you are this man， OK， 我们会把它留在影片下方的。OK。规则是什么？规则。来。OK， 首先要冒险模式。不能开方招。然后不能打破。不能破坏方块。然后。不能尝试逃离这个地图。然后。你可以按 T 的。我知道。按点。当你遇到一个 bug， 请留言。在那个
他的网站上面，下面然后他来修复，然后有一个提示按钮在每个等级。如果你只有在你真正卡关的时候才能用，还有开心的游玩。哎，通常第六个那个都是假的。对 ，the button will work when you have read the room. OK， 我们读啊，按呢 ，go go， 然后找 button 啊。我已经找到了。我已经找到了。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我找不到。不行，你找不到。我找到了。输了。这么简单的吗？我输了。输了，学羊教三下。哎，我看到了。我的。重点，我们没有记录谁赢谁输。我们打出来，打出来。赢了两，我要三。来来来，看一下先。你赢了三轮。哇，这些太老牌了。哇，这个，喂喂喂喂，啊，不要动我。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看地下。所以我们现在是几比几？来来来来，几比几？几比几哦？几比几？我四比一，三比一啊。你确定我们玩了四场哦？我们玩了四场哦。这里是三比一，三比一啊。OK， 我一。没有想到这场游戏竟这么容易。三二一，这也太容易了。这也太容易了吧？然后我们就卡关了。啊啊！那个大头打我！哇，这个三比二，这个很痛很痛。要帮你吸火，我帮你吸。啊，给三二一 ，Go Go！ 对，应该蛮简单的，还是基础的对。我觉得还蛮简单的，肯定我已经找到了。哎，肯定有东西啊！哈，好啊，四比二 ，OK， 三二一 ，Go Go！ 对，这个我看到了，看到了，可能要怎样上去？哎，点到的哦，点点。Nice， 我赢了，简单简单，我这么简单的，这么简单，这游戏就这么简单，毫无难度可言的说。对我的选择达不到，对啊 ，OK， 达到了，三四二一，哥哥，这个你看，肯定跳这里啊。啊啊！我被人骗了啊！哈，跳错地方啊，明显。哎，所以现在是五比三，输的那个要学羊叫。五比三，三二一，哥哥，一 go。看不到的，好酷啊！说话呀！说话回来，你知道龙丹是要怎么推走的吗？用活塞吧。用手点就可以了，不是？对。这有一个顶的方法呀，所以这个可以。所以我们要这样子跳过来。哇，跑酷，我们两个都不行哦。而且要开推机。
别别别！哎呀，铁牙圣，尤其是我，你有用这 W 键的时候，是特别难玩。那里有一个透明方块。别别别别！那个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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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到底是第几关哦？你先过，你先过，我们是友好的。是有透明方块是吗？别别别别别别！跳。OK OK OK， 这里这里。Activate 了。好吧，各位举起手来。Speedrun Activate 两个都卡关是什么样啊？为什么我要脑哭能力强一卡？不要急不要急，我们一个小技巧。小 Pebble 啊？呀？靠！哇，如此之间。到底是为什么？硬趴靠！哦，真的是后悔啊！我不应该说出这么简单的这 leaf back 的词语。一个简简单单的趴靠就足以让我们死呀！这么容易趴靠？看别人 YouTube 玩的时候，这趴靠明明三四分钟就破了。这些小学生等级的论文趴靠。为何我的手指却不听我的话？我总觉得你影响了我，而且我也不认为我在开玩笑。没事，就贴这边边跳过去，然后这个也要贴这边边。跳过去，按着啊，看，我按着了，好，按了 ，OK， 低头，离开啊，五比四，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打你啊，打你 ，OK， 打你，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就还要喷，哦。你不要动，你不要打他，你不要吐我一下好不好？吐我！我觉得我们卡关了，不如我们来做个魔术了。那你们按在地下。看三秒，它就会变成。来，三、二、一，变。所以，变了模式过后，我们刚刚那场所以是不算，所以这场。OK。三、二、一 ，Go Go。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根本就没有的保护啊。哦，对。OK， 低头。等下先，我看到场景，我觉得不对路。啊！来，三、二、一 ，Go Go！ 那这样这一关我们怎样看谁哦？看谁幸运呢？那谁，你知道谁幸运吗？谁哦？谁呀、啊？谁、啊？就是这样子啊！谁呀、啊？谁呀、啊？是你按下去是吗？是问你吗？那你这样子，你懂谁是什么？是啊，他没有记录的哦。等一下先，这很尴尬。谁哦？我也想问谁哦？像你要选择 happy ending 吗？就算我打平吧。不 feel。
刘牧哥真的不能是谁赢哎，其实他又没有记录了，讲真的。好吧，这样这一局也只能算我们打平了。那惩罚的话，我们下一张地图，一定会分出个。再用这张惩罚。对，再用这个惩罚。Yeah, 那我是小狗，他是小狗，他是 Batman， 他不是 Batman， 歌坛式的英雄，他不是 Batman， 他是蝴蝶，不，他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鹦鹉，不，他是小鹦，不。小蝙蝠，对，蝙蝠侠，对。好了，那么我们这集 Fight Button 也差不多该到这里结束了。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下方点个赞。那么今天呢，我想要定个东西，对，我就是想要定一下我们影片的目标啊。所以，不如我们这个影片出了过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达到，因为我们今天两个都有点笨笨僵了，所以笨笨僵，不叫笨笨僵，我们不会跑酷。虽然我定的数字跟跑酷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拿到12个赞啊？给跑酷个喜欢，12个喜欢，对。那么如果你跑酷个喜欢，好，就跑酷个喜欢。跑酷的喜欢是多少？跑酷的喜欢就跑酷的喜欢了、啊。你心中觉得是什么数字，它自然是什么数字、啊。OK， 就像海涛的那样。它是你最喜欢的跑酷的喜欢，对。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应该也差不多该在这里结束。我们已经平手，对。那惩罚的话，我们下一次会用同一个惩罚。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在下方点赞，然后。也可以让人到我们的频道。如果有跑酷的喜欢，如果有跑酷的喜欢，我们会找更多这样的地图来玩。对，快点吧，真。那我们吃根也会推出另外一个系列了，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嗯，我们下期见啦，拜拜。觉得自己太短了，你觉得怎样？可以。